蒙甲精明万华为台北市发源地，其最古老市街在纱帽橱社的故址大溪口，即今贵阳街与环河南路口。清康熙48年，陈赖章垦号勤垦大加腊，福建泉州之晋江、南安、惠安三邑人士渡海来此而建成聚落。在过去农业社会，庙宇连结起居民的日常生活，也因此人们前来垦殖时为求神佑，多携带家乡庙宇香火以为庇护。庙宇也成为了地方聚落的活动中心，更建立了属于地方的经济形态。你敢知啊？咱台北的起源是伫咧倒吗？起源哦，这真简单啊，放假。安尼你私底下会来到放假吗？私底下，我较无定来花市街啦。上你问你有去花市街无啦？花市街嘛是放假、啊。唔是这個意思啦，我是问你吼，你若是来到放假，你想到什么代志？我会想到。对我刚有兴趣，要求你明哪会这么长啊？不要白讲话好不好？我拢靠一张面在咧走跳安尼。歹势，我今天来不方便啦。我照顾无人啦，安尼。歹势啦，方便啦，歹势啦，来啦！今天人数坐一个，围我来。今天要来甲大家介绍咱查甫人的好朋友，伊是谁呢？伊个像不是另外一个大象，是会使让你一跑三响，让你的女人对着你说啊，你今天怎么看起来特别不一样？来，就是这抓会抓到抓大，这个拎落去哦，保证你规暗硬变变，超结结，细汉的。人讲长山出名虎，台湾出大蛇，台湾五大蛇，饭食穿赤马袋，有咖啡百花炸，加摕两杯玩具蛇来相加，加出来一台，加，为什么要摕玩具蛇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毒蛇啊，不能滥捕滥杀，都是保育类动物哦，大家要记在脑袋里面哦，安尼干哉。无唔对，这就是大部分的人对放假的印象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敢知影，咱放假这有三大庙，所有的商业发展啊，会使讲拢是为这三大庙开始起源的哦。可是我看起来应该唔是吧？商业发展不是在东区比较盛行吗？唔是，我跟你讲，上早开始呢是为西区这发展到东区，即马呢又搁要为东区发展转来西区啊哦，因为吼最近这呢。偷偷在堵根啊！那你听起来的话，大家未来的靠近方向，那不就是放假？无唔对，这会使讲就是台北的金库。蒙甲就是今日台北市的万华区，位于淡水河的右岸。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啊，早期这里是平埔族的领地，在西元1709年的时候，就有汉人进入此地开发。到了1723年啊，来自福建泉州的泉安、南安和惠安人啊，才大量的进入开垦。而这个地方之所以会称为曼嘎，是来自于平埔族乘坐独木舟来这里与汉人交易。平埔族啊，对独木舟的说法就是曼嘎。此后呢，汉人就以曼嘎为这里的地名了。而大家口中说的台北金库啊，就在蒙甲三大庙，其模式呢，就是先民奉请原来家乡的神明，在蒙甲港口登陆后啊，择地建庙。当人民有了信仰的需求后，自然啊，就会在庙宇的周围成立多元化的商业行为，进而形成了市集商圈。太贴
到，搁看到，安尼有外送水果盘的呢。对啊，这是我们蒙甲的特色。你们蒙甲就有这样的外送水果盘就对了。对啊，送水果。哇，哎、欸，来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来吃一下水果。哦，老板，老板，还可以。哦，你们那个水果很丰富呢。嗯，还不错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水果有什么样的特色吗？其实我们店里水果主要特色打的就是我们的招牌，就是姜汁番茄。哦，它上面这样裹一层层的。第一次吃很少吃这样咸的，你知道吗？它不是很甜，因为一般如果我们沾梅粉啊，很容易沾的时候会过甜，嗯，对不对？但它这个不会，就是有把水果的那个味道，因为它有一点咸咸的，应该是把水果本身的味道把它提出来，会让它更甜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融合一下它这个 sauce 里面的话的那个味道，就不会那么的，这不会是真正的甜，而是把它风味提出来之后，又可以吃到水果的香甜味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放假煮细个大汉。只要是邦嘎人，就都知道这一位就对了。大部分人其实都应该会知道。哇，所以这条是卖蛮久的。哦，卖蛮久。所以这条是架杠的邦嘎逼，对吧？哦，又多知道一位了。是是是，在吃逼的时候有看看。蒙甲的味道在于古朴。当外送水果的机车穿梭街道时，背负时间痕迹的老厝还是洒落在蒙甲的角落，依旧矗立的给予回忆。蒙甲的味道在于新颖。当朱砂笔在创造耳目一新的传统时，许多青春回忆的西门町还是熙来攘往的躁动者，依旧不妥协的引领时尚。而另一种蒙甲的味道，可能是很多外地游子上来台北打拼时的第一个味道，可能也是许多外国游客对台湾印象的第一个味道。而这个味道就是化西街。各位朋友啊，你若是来到蒙甲吼，无来到化西街，安尼你就是等于无来过蒙甲啦。无唔对，千万不能错过这一站。真的？咱化西街已经是扬名国际啊，连外国人都知道。我问你哦，化西街的英文怎么讲？化西街。对，是这样，是英文吗？还是错？我跟你讲，你咧讲话呢，华西街英文叫做 Snake Alley， 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蛇像。因为这里最著名的就是什么？海抓。来，够大那够，知道吧？其实还有一些蛇汤啊，蛇的周边的那个产品，对吧？从这边发扬光大。担心来到华西街，除了蛇汤以外呢，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好吃的台湾道地小吃，例如你看前面这里，哎呦，你看这。鸡鸭肉汤，鸡鸭肉的肉嘛伤大块啊嘛。是啊，有无？真的都是货真价实、真材实料。给你安怎？我想它这个汤头喝下去真的是很甘甜，也不会过咸，也不会过甜这样子。哇，你安尼讲的话，肉嘞？肉当然嘛是一棒的，来讲。哦。啊，还有这個，米糕梅。是，你看它颜色其实很像八宝粥，对吧？嗯，吃起来应该是不太一样，感觉很浓情蜜意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啊，可以当正餐，又可以当甜点，哎呦，也可以当正餐，也嘛也拜的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以前吃八宝粥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会一口一口接着吃，这个真的就是有一种边吃饭，然后又可以吃到甜点的一种感觉。来，虾仁炒大鱼。哦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，来，当面虾仁，虾仁。哇，还有虾仁炒蛋嘞！这马血花是一个就是特色热炒的。哎，对对对，虾仁现剥的。虾仁现剥的，不是花过的。涛哥，你自己家做瓦固石干啊？十几年，自己做的话十几年。哦，你自己做十几年。啊，这条街是为什么时阵开始有的哈？民国当时四十年了。哦，四十年了。那个时候，这里就已经是一个很有规模的观光夜市了吗？还不是。还不是哦。差不多七十几年。回往观光夜市，你说七十几年才变观光夜市这样子哦，所以啊，你想要再感受一下我们台湾以前的那种味道的话，来花西街就不对了。对许多来台北淘金的外地人来说啊，对许多来台北游玩的外国人来说呢，花西街啊是他们对台北印象的第一个街道。但是在蒙甲的开发历史上啊，真正的台北第一街却是蒙甲青山宫坐落的贵阳街，而这条贵阳街啊，当初也是许多淘金客驻足的地方。
侪款哦。哎，头家娘，我要买香。嘿，你要多几款呢？我若是要拜拜，你推荐多几款？嗯，都不错啊。都袂歹。我们这拢是用天然的香诶。拢用天然的香料做诶。这拢天然哦。对啊。头家娘，这天然是要安怎分？你得爱看这啊，这就是阮做香诶，天然的那个香料内底有一二十种诶中药粉。就是用这来做呀。对。我品看卖。啊，母诶，这家咧我做兵诶时阵。寄予我的铁牛运功散是同一味的，足怀念的呢。这真正是迄中药的迄款味道呢。是啊，你拢正中药粉啊，所以有啥物咱较早的香炉粉是会使食，因为全部拢是拢正中药。哦，迄个时阵去祭拜，阿姨叫阮食的，那个其实本来就是可以吃的。对啊，因为拢你也叫传统团圆，拢用中药粉绝对是会食的。无啊，食看卖哦。好，你讲的哦。对啊，会使啊。哦，食香哦。袂歹食呢，对啊，因为拢正中药粉啊。其实一般的时阵，我是要配水的，哦，这嘛有点苦啊。嗯，啊，因为它这份里面的中药材的那个药效，大概是清热跟解毒啊，所以小可口口啊。哦，所以这嘛安尼食嘛是正常的。对。對哦，补身体。对。啊，若是拜拜的话，金爪你敢有推荐？哎，来，我摕来你看。真正有哦。有。哎，你大张的。嘿，大把天金，大把寿金。哦，阿哥有这寿金、挂金。其实拄只食这中药啊，阿哥你安尼来配，其实很像我到那个中药房，然后来配那个药帖。身体哪边不好，然后就配哪些药。对，有这款尴尬。但是头家娘，恁家的百年老店为什么会选择开在贵阳街啊？因为咱万华吼开始发展吼是对咱这条街开始，所以咱就叫做万华第一街。放假第一街，对，无唔对。哦。嘿，啊，因为咱头前吼有迄个港口码头，以前淡水吼可以直接一直到大溪，啊，后来慢慢移居之后到艋舺。嗯。对啊，所以从这边从这个地方吼，它的那个原物料上来比较方便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前面呢又有祖师庙，然后这边有原来的那个青山宫，那我们以前旁边吼还有土地公庙。哦，所以可以讲起来，这边拜拜的需求也非常的多。然后庙本来附近就是庙口最热闹的地方，是。然后老祖先就是来这边，就直接扎根在这里，在这做生意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在这条台北第一街顶面啊，几间啊百年老店，加上几间啊老厝啊，加减会当感受先人对港口起来，在这条街啊为生活打拼的气氛啊。而且艋舺三大庙之一的青山宫啊，嘛徛伫咧这条贵阳街，所以这冒一间百年老店。听讲吼，这位总铺师做物件啊，是真侪新兵指定的口味哦。哎，阿妈，你好，好，你好。阿妈，我听讲这庙宇啊，拢找你做指定的总铺师呢。总铺师无遐搞啦，咱干做一百年了尔。客家无伫遮啦。我爱当客客看卖啦。嗯。恁做这是啥物啊？这咸公饼。哦，咸公饼哦。安喏。其实为这看会出来。是啊，咱咧七日八夜咧拍个咸公饼。是，买当讲是平安饼。啊对对。哦，原来总铺师就是做咸公饼，就是来找你的哦。阿妈，安尼唔对啦。安对啦。安尼这一空啊，足大空的啊。袂啦，咱阮只细仔空啊就好啦。我进前去新庄遐，伊个坑是足大个。新庄是阮个水库厂，人我拢做安尼个，爱要扛着就好啊。船要扛着，扛着就好啊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我来用钱，安尼。做那个运营员，好，安尼安好安好，安怎看去？好。安来就好，安就好，唔免做船。轻轻个安尼。阿妈，其实我很想要吃你做的呢。还好。啊，这个给你吃。哦，这个。啊。哦，全准备来了呢。啊，这个给你吃。我就试看卖啊。好。哦。这咸的吼。嗯。而且就扎实哎。嗯。其实它这个用料，哦，足高哎。啊。而且这那是用刀啊，安尼磨开。啊，下面再切块。包。啊，花生酱。其实换种口味吃，年轻人这样吃下去，说不定也可以认识咸公饼，对吧？你们那讲平安，炸着吃平安的百年咸公饼，摕着坚持天然烹调的拜香，
来到艋舺三大庙之一的青山宫，哇塞，桌顶的贡品满满是啊，庙里的香客钱满满，好亲像吼是有啥物大活动要举办啊！也毋过，这间青山宫的主神啊，叫做青山王，听讲吼，伊是苦读瘟疫的高手啊，出来配属下凡将军、文武判官，这毋是新丰庙才有的神尊吗？到底这位青山王是何方神仙？